大家好，我是丁超。今天是 MSCI 的生效啊，昨天已经跟各位报告过了哈。昨天是副台子的结算啊，每个月的倒数第二个工作天啊，以前叫摩台子啊，那后来改为副台子啊。所以昨天说拉台积电嘛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解释过嘛，就是为了让指数结算高啊，为了让指数。就是做多的外资啦，外资也有做空的，也有做多的嘛，就跟你我一样的，有人做多，有人做空嘛。所以昨天是台积电是473，拉到几乎是最高嘛。所以台积电昨天拉台拉不少，让指数本来跌了100多点，后来涨了100多点，就昨天嘛。啊，他只是为了拉台积电，所以他成交量没有出来嘛。那今天成交量比较大，但是也不是特别大，2719亿。那我在今天 TG 里面讲过，单单台积电这一档哈，就最后一盘就动用150亿，啊，就是最后一把，最后是总共成交732亿。我这个是近期以来算是比较大的，一般来讲哈，能够500亿就已经算是很多了啦。MSCI 的调整每三个月调整一次嘛，每三个月的最后一盘生效，但是最后那一笔单能够500亿算很大，那今天是700多亿。那说明一点，就是非常有可能是外资前一波卖的太多了，尤其是今年以来卖了1兆多嘛。那虽然最近有补了1-2千亿回来，可是因为他之前是超卖的比较多，所以他补的速度更加快，所以最后一盘是700多亿，台积电就150亿。为什么是150亿呢？你再看这里就好，这91张不算了，这是盘后的哈，3万多张嘛，一张是49万啊，将近有150亿。台积电，那还有几档比较精彩的哈，大部分都集中在金融股。这个是调整啊，它不是，我已经讲过，所谓的调整哈，它不是在真正的市场里面买卖。它都是约定价格，如果是真正在市场里面买卖，3万多张不可能只有跳3.5块，跳10块都有可能，啊，因为这中间里面空档很多很多，这没几张嘛，没几张全部都会吃掉啊。那你看这里一样，这个更精彩，这才气呢。虽然你看它拉了才没有多少嘛，可是35万张啊。你想想看啊，我解释给你听就知道。你看昨天才36000张嘛，那在这边35万张，你把它扣掉，那表示说它最后一盘之前它成交量也不大嘛，那最后一盘就这么多嘛，35万张嘛，这个是交换嘛。如果说今天是35万张。是在市场里面正常成交，这一定是涨停了，这全部都会收走了，那才几千张，全部都把它吃掉，所以这个是约定价钱。但是你看看，这一张10000多嘛，这样也有30几亿，这样也30几亿，那你看这里，永丰金也是一样，比较明显的哈，这个大概也超过10亿。对不对？7万多张嘛，很多很多档啊，这个都是 MSCI 生效。MSCI 生效，它不一定往上扯了。我已经讲过几百次了，啊，你看这里7000多张嘛，就1张5万呢，这也不少啊，啊，但是也有往下打的，啊，有没有？这3万多张，快4万张，1张10万呢。啊，也不少钱啊，对不对？
都是这样嘛，那明天就恢复正常啊。那你今天的收盘价高还是低，跟明天无关。就好像我今天在 TG 里面讲说，我们今天有 Day Trade 这一档股票嘛 ，Day Trade 嘛啊、哦，它最后盘也是跳涨停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对于明天要开高开低，不知道啊。我用我今天当冲的股票来看啊，最后一盘跳涨停嘛，那你说到底明天要开高开低？不知道，没有，那没有规定的、啊。像很多人，你看、啊、很多股票都这样了，今天比较明显了，对不对？那我讲过，我昨天讲说这个类股跟个股会轮动，但是你说要轮到什么样的类股？这个我不能够保证，就好像今天早上我在会员台连线，我说像这种股票突然间涨停板有什么利多？不用利多了，股票哪需要利多？你这个涨停以后报纸才会写嘛，才会写它为什么怎样怎样怎样又怎样。但是它如果没有涨停，就是不会写，因为写没人看，涨停写才会人看，哪需要什么利多？钱就是利多了。这个开平高盘这样直接拉涨停，就是主力进来买而已嘛，没有为什么，几内出力扛回啦。你刚才去刚看了什么塑化股，什么利多无嘛？那得利多，你看伊个对不？对吧？对吧？直接就往上挑上去了嘛。那你说这档股票涨停板跟这档股票涨停板跟 MSCI 什么关系？无关呢、啊。因为 MSCI 是最后一盘才有关系啊，这开种盘怎么会有关系？完全没有关系，这主力作价而已啊。还有很，你看这个塑胶股是这样嘛，连台塑都慢慢爬到90块来了，表示这个市场里面一直在改变。你看啊，我给各位看一下类股轮动，水泥股都已经慢慢的对不对形成多方式了嘛。这一个你看一个类股检视，这个食品股最近是解封的概念了、啊。很多股票都涨得不错啊，啊，你看啦、啊，对不对？你注意看，拢都开始放量出来啊，啊，好不好？开始啊，对吧？就是这个量大在这里、啊，量缩整理、啊，这个会再突破、啊，这个也是啊，慢慢的量出来、啊，这一组比较明显，那比较早发动了，金融股嘛，慢慢滚量一波。回撤，量缩回撤，滚量一波，量缩回撤，就有点类似像这样。这个会在攻击的，滚量量缩回撤在攻击，哦，这还没有真正股量，这蛮温和的。啊，这一组大家比较关心，因为这一组最近成交量比较低，是因为它的关系嘛？啊，是跟这个有关系嘛？在整理有关系，所以这个有没有？这个都各这一组是不是？就很乱，各自表现，点出过嘛？啊，那生技股来讲啊，它也是量一直滚上来的。那最后一盘，你看最后一盘，这个都是，你看，药华药有，哇，蛮贵丁嘞，这一丁五十几万，对不？五十几万呐、啊，530块嘛，哎，五万贵丁嘞，这未少钱嘞，哦，你看。啊，这个无啦，这个无参加啦，这个无啦，所以这个最后一盘哈，你看最后一盘有的往上拉，有这个不是说啊，这个涨起来，这个涨起来，明天就会涨，或者是这个没有涨，明天就不会涨，没有这种事情了，这你要懂啊，你要懂啊，金融股很多很精彩，我就跟那各位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因为每次我都要跟你讲一下，你才会进化进步啦，不然你都唔知呀，那么懵懵。拢大家讲，哎，为什么那只大，那量那只大？这两万几张，哪有可能敢跳一动？这种讲好的计数嘛，你用想嘛知？这全指股嘛，啊、哦，好不？嘛是按下卡讲落去的，也有这样子的，跟明天没有关系嘛，啊、哦，啊，这个珍珠不是35块，对吧？啊、哦，对吧？很多嘛，啊，上市股你看，好不？大概比较量比较大的，我再给你看一下。那有些没有受到影响的，哦，没有受到调整的，没有受到调整，像譬如说这
啊，这也静静啊啦，哦，大家比较关心的，这嘛静静啊哈，静静啊，啊，静悄悄，无什么表现啦嘛，无歹嘛，无好啦，好不好？普通普通啦，啊，普通普通啦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三支是前指骨嘛，这支按下骹嘛，这支按顶管嘛，啊，这支普通嘛，对吧？反正差不多，重点骨都给你看了嘛，看到没有？所以现在我讲的肋骨轮动是不是你要先记起来？也就是说，我不管你喜欢操作什么样股票，如果你是比较积极的个性，比较敢冒险、比较敢冲的，但是你也要很勇敢的设停损。我们买进任何股票，就是你首先就是告诉你自己，当这一档股票我买进去的时候，我停损马上设好5%到10%。如果错了，我马上退出。你只要有这种概念，你就敢操作。现在很多投资者不敢操作，原因是因为他不敢设停损。他做错了以后，他就爆了，他就这样爆，他就从280爆到现在，爆到57，298，就类似像这样就爆了，这不对。你这样，如果你做股票做错了，你就不停损就爆了。有的会解套，啊，有的要很久才会解套，那你何苦呢？那你又不知道会不会解套，你不能说暴牢一定解套，有的会解套，啊，有的不知道会不会解套。比如说像这个，也有人这个做这个，你说啊，你买口罩，买到几千块，啊，蹲到现在都用不了，都用到臭腐去，啊，你这就已经，这要当时要解套，咱不知嘛。这200几块，这存21块，这边要解套。你若讲，哎，老师，我套牢台积电688块，哦，也许再过个一两年你会解套，这靠有可能的。但是你为什么要让他套牢一两年再来解套？你为什么不先卖再来买？比如说我常讲一句话嘛，我说我想讲点讲这个股票嘛，讲这个股票，我们最近操作。啊，较早做诶，对无？已经啊，恁搁讲啊啦，要讲，敢要讲遮晓？讲遮就买会晓，是毋是安尼？过咱人民讲遐远嘛，咱讲遮就好，讲最近。最近是我们不是，我不是说我买了242块吗？啊，这个是看错了嘛？当初还在跌，8月份、9月份还在跌，我在228.5块。我就给他停损，输差不多5%，是一张输13.5块，100张输135万。我有安尼讲无？你242块买，228块看唔到势，停损，因为咱本来是看起嘛，伫遮要看起，结果无起，就我倒头路嘛。啊，咱当然嘛要认输，这个停损，买100张。2420万，较好算啦，用100张啦。啊，停损228.5块，所以了135万。那是不是剩下的钱留着，先避开风险，等到186块来买，跌下来这一段都不要操作，避开风险，186块，用原来那些钱把它买回来。买回来123张，多了23张，如果没有卖还是100张，还套牢。但是有先赔了135万，反而倒赚23张，拉上来到这边全部出清。那你这样这个涨了50%，涨了50%，50%，所以你123张，对不对？那成本是186。这边可以赚1000多万，啊，1000多万，你扣掉那输的135万，你还是赚了将近1000万。你自己算看卖，我已经啊，对不对？也不要就不用说一定要卖到最高点嘛，279嘛，因为卖270附近，这几天这两礼拜第一家附近家要卖270，足简单的啦，足简单的啦，对不？啊，你我讲你听清楚。我就举个例子给你听嘛，就是
不要长期投资，不要报上又报下。你只要有这种观念，你就敢操作。现在很多投资人不敢操作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假如说我买下去，如果落下去，那像蹲台要怎样？你想想这个，如果你敢设停损，你什么都敢做，就是因为你不敢设停损。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。追求梦想，成就非凡人生，发现价值，携手共赢，完美服务，忠于所托，挑战自我，成就非凡，精确掌握投资方向与时机，替投资人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。咨询专线02-7725-9668，02-7725-9668。追求梦想，成就非凡人生，发现价值，携手共赢，完美服务，忠于所托，挑战自我，成就非凡，精确掌握投资方向与时机，替投资人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。咨询专线02-7725-9668，02-7725-9668。好的，欢迎回到节目现场。当然这几天我都跟各位讲，就是说还是要非常的小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一个盘整。那你说老师，可是今天成交，今天价格过了啊，过了这个整理期的平台啊，那是不是应该要开始从明天开始就是要准备第二波整理之后啊，以时间整理，以盘带跌，然后再做第二波攻击，然后到达你所有的目标第二波的目标价，目标价要到这里来，然后就是达到你说的从底部算起来要先涨3000点上去，先去3000点再讲。啊，现在还没去3000点吗？对吧？我是讲第二阶段，第一阶段加第二阶段。那所谓的三千点，就是说，比如说，它可以上去下来再上去，总共3000，要算最低到最高，也可以这边整理再上去，总共3000，就是先拿回来一半，6000点先回来拿一半，这是空头市场的反弹的特性。到底要走哪一种？我说我不知道，可是今天指数过了高点，我可不可以100%告诉你是第二波的反弹要开始了？我还是说我不知道，我不能这样讲。我做事情很小心的，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天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，你也发言嘛，那讲话很大声呀，很爱讲话，今天要再讲话啊，他讲话下去，市场就乒乓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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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乓，这样啦，就乒乓叫啦。咱若讲话拢无人要插乱，但是伊若讲话吼，迄股票，迄全世界股票拢变来变去，迄叫包。人无怪人咧做主席，迄讲话凊彩讲拢大风大浪的。啊，你刚才在要讲啥？唔知嘛？啊，要讲安怎？咱哪会知？市场要安怎解读？怎么解读？我们不知道。那所以我们比较小心的原因就是说，台北股市，它就不像它一样，如果像它就是非常完美，它有空间跟时间修正到上升月线，然后这两天再开始反弹，这样不是非常漂亮的走势吗？啊，那不是啦，那呢不干不脆，滴滴答答，安尼比较独格，啊，造成的这个 K D 值一直都不下来，就不像韩国这样子到50%以下再来交叉向上，这不足水耶，啊，那不是足水耶。啊，伊无瘾，咱就安尼，啊，就这计较，就敢那个足歹同款。但是美国股票就是安尼，啊，美国股票就是安尼，你有看无？人拢足正常咧调整，啊，敢咱安尼无啥物正常，啊，为啥咱无正常？啊，咱都唔捌正常过啊。啊，较早别人无咧落，咱嘛是乒乒叫。咧9月份，别人拢好势好势，敢咱咧台湾咧落去啊。啊，即嘛别人拢无咧，嘛无咧大起，啊，咱来乒乒叫。咱的个性那才奇怪，我嘛不知道，了解我的意思。所以我要跟你讲，就是说，我要确定美国股市开始在涨势的开始，
而且就是要等鲍尔讲话之后美国的反应，它一定是大涨大跌两种而已，它不会温和。就今天的美国股市不是大涨就是大跌，只有两种。那我怎么知道会大涨还大跌？我怎么可能会知道呢？我为什么要带你赌？可是我又讲回来，我说我又告诉我的会员说，那你也不能完全没有股票啊，你股票你这个按照我们台湾，我们是操作台北股市嘛，我们台湾的股市在涨啊，那我一直在涨的时候它一直转强，我必须要带他们买补涨股啊。那最好的补涨股就是你买在的是航运股嘛，运输股的补涨股。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只有买补涨股不买科技股嘛，没晒啊。如果不做科技股，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做这一档股票呢？会跌出这档股票呢？对不对？用心嘛，怎样？所以我的意思就是，我们分为两种，因为会员的个性不一样。如果你比较不愿意冒那么大的险，你来找我，我带你操，我带你买进这个运输股。运输股你听好不？那都没去啊，运输股那都没去啊，这哪有去？这完全没去啊，别人在去都在那静悄悄啊，这哪有去？哦，啊，你的个性较积极、较敢冲的，咱来做点主股，科技股，哦，像这种股票，整理之后了，哦，你看呢，整理之后，这我们都会再找买点，让你切入。这种股票拢起袂煞的啦，这只个经历尔，你茫当作已经煞咧，这无煞去啦。尤其这支股票，我拢看这个，我甲我会员讲以后拢看这个，你知道？这我们在早点要再进场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我们这两天，昨天跟今天，我们也在补股票回来，慢慢补回来。所以我说，如果他没有回撤，我会补慢一点，回补速度慢一点。但是他如果重挫，假设他重挫，直接下去3500点重挫，哦，那我让我股也得把它杀起来。所以我们还是有保留一些现金。你了解我意思吗？但是你说不管他的走势怎么样，不管它是以横盘带跌还是先跌再涨，它都是会涨。也就是十二月份的行情还是看大涨，涨一位嘛，明天就十二月了嘛。那也许投资朋友你会说，啊，那好可怜，这反弹两三天而已就又落去。不要意气用事，不要预设立场。我说过啊，你跌我走，你只要听我的话，我们买进任何一档股票，我们马上设停损点，我都会买进去马上给你停损点。你只要有愿意做错，有做错的时候你要怎么跑，你做对的时候你就敢报，所以做对报，做错跑，你知道意思吗？不要患得患失，不要东怕来怕去，不用怕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很多投资朋友现在目前来讲不敢操作股票，就是因为怕的嘛。因为哎，蹲太可以，290倍，更加57块，一概输拢输倍80%，而且像蹲太这种股票很多呢，跌了70%-80%的一大堆，前一波啊跌一大堆。为什么会害怕嘛？因为就是你会害怕，就是因为你都不设停损啊，你一直加码摊平啊，你一支股票买千外块啊，啊变空你嘛会惊，啊你也跌我走你会惊啥？因为我股票我都那做唔到我就走啊，啊我做到我就冒的啊，赚大条的啊，输拢输小条的啊，你讲股票拢袂输，你拢骗人的啦，对不？加入好友 Telegram 1938，我想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那你打电话到公司来询问如何参加会员，你跟着我。那今天的报告到这里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明天见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